今天回撤站防区，而另一侧的话是 HQ 跟 Spaceman Space，Spaceman 是无言起跟拉对枪 Master， 我都觉得要把他 pick 都 pick 这么惨，我都觉得他倒了。应对这样的话，队友赶紧过来四，但操作的成功率应该不是很高啊，先把分数补掉。哇，我说实话，在那一波当中，我感觉 Spaceman 应该是要嘎了。看高星。嗯，第一波没秒掉，效果怎么样？哦，过点 Spaceman 想过来架个过点的时候被 Spice 是打掉了，后点的 G Baby 应该是要找机会，还要从侧翼去拉。好，兑换码出来，大家赶紧，这两天因为大家都很在意这个兑换码。哦 ，Ruler 一个跳窗 ，S12K 是放的六一经典，是完成了一逆势转优势的一个情况，烧到了。先补掉，这样的话双方人数持平，三 v 三，但是 Spice 好像在防区当中被扣了幺九，找到一波机会，而且对手是扶起来了人，是这 Spaceman 好像是已经被扶起来了。这个应该是 Spice 主动去进攻的，我觉得这波是有一点上头了。但是另一边 Pyro AZ 出枪幺幺九被打倒了，但是同时也是都是连狙，你会发现是的，那就是抽吧，没错，然后在抽别人的时候被天路给瞅到了。没错，我又是 S12K 经典的 Ruler， 刚刚回归大病初愈的 Ruler 回来之后又依旧是保持自己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。单人经典三个淘汰。哦，天路已经冲到了 Pyro 的脸上了，看样子。是的。一个北部圈，一个那个北切。GCBB 最后也是跟队友配合双面的枪线，是将高星给打掉。还是两个人，但是欠天。他们抱团行走的话，隔壁 Pyro 人数不多，但是 SMS 从另外一个方向给 Pyro 提供了一些温暖。他也想要踩这个一线天，但是过点的时候在车上就被小铃铛给打下来了。这个反坡反应很快，起舞的反打，但是原点有天路的枪线做了一波支援。马哥一个人怎么看得住 New Happy 全队？这样的话分数被完全瓜分了。这一把的话，他这个所站的位置都还是挺中心的。而且这一片响枪的同时 ，New Happy 也是知道，SMS 有被淘汰的信息，也就意味着 New Happy 想要去持续的进攻，把这个一线天全部个人，如果进点，即便是支援到的话，也是一波二打四。我来了。好像。明明来了也没有太大用处，是的，反而自己也可能会搭进去。接过来其实就还是会涉及到牌子的一个问题。左位枪拿出来，左平原不对称，哎，这边跳出来了，没掩体了，给机会啊。是的，他应该是想主动进攻的，他感觉刚才是打到了，对，他会切出来，这样的话我觉得速度会更快的，你跳出来不就摆明自己是无掩体的吗？而且空中还会有一个滞留的动作，自带拖腮板的人怎么样，是不是有点这个强度不是很高？是的，三阶弹如果你不炸的话后续就没机会了啊。然后路上就被抽下来一个，真没办法啊。鱼人被烟儿给直接抽倒，天威是一直说打法是属于偏慢的，控制住了教堂。RBS 这个想法是大部队留下一个人先去拿点，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冒险？实际已经压出来了，这样的话走不了了呀。这个决策其实有一点尴尬，就是你这一波其实放弃掉鱼人的话，三个人直接去小虎那个点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，还可以打呢。对，那也有可能当时这个难度不是很大，但是对于他们的整体的就是打法的体系啊，可能我觉得会有点担心。想直接撞近点的防区，打一个马卡巴卡放到远点的欧米伽。五 CDC 又近点用步枪解决掉一个，双方都在互换，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掩体，最后一个没子弹了，在哪一应该是脚步应该已经锁了，还剩刚刚换上场的 Jacking。 这个火是把坦克给补了啊，最后的话队友是毫无问题，这波防守的话 ACG 是零换四把这一分换了下来。是，我们再来看 R 城这波战斗，半块趴着一个已经被发现被解决掉，那这样的话 NewHappy 扶持了一个人，三人编制。是的，换上还能扶，这可以玩。 HQ 只剩 G4BB 一人，哎，原点有人抽，是骄阳。是的，骄阳是拉在毒外，还在蓝白之间，好看着很远啊，有点近。
封烟，又考虑到另外一侧是有天路枪线，然后十七兽的栓狙又出现了一个击倒，真的是自带物理外挂，这托腮板好准，是要找机会去进攻的。现在看水塔坡顶上手雷的运用，现在牛 happy 只剩两个雷了，好像还有雷两，还有两颗男的，这雷很关键，炸到一个二打二了，人刚扶起来，车要炸，这不很危险，再来一颗，倒两个了。是的，这个信息应该给的很足，如果牛 happy 在这个时候不解决上车，并不打算硬扛，但是八六的起步速度在这个坡上来说是比较慢的，你看这个爬坡速度很慢，而另一侧TFI 跟天美也是打起来了，明明直接下坡，但车太多了，他想碾过去，机会不太大，没有办法，车实在是太多了。是。TFI 跟 TMA，TFI 等于是反卡一波 TMA 之后 ，TMA 这日也是损失惨重。来了，不出所以然啊！十七果然是过来偷分了，拍两个。因为十七在这个剧情要做的是，你知道教堂有人，平台有一队，两个队伍一定会打起来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削弱南部的战力。现在 LG 接发这一侧血量不是很多，都剩一个。是的，王鹏正面面对露露，一颗手雷直接塞到脚下，精准定位，结束了。十七见好就收，那这样的话，小鹏有机会扶两个。骄阳继续抽吧，但这个时候这个天路的位置，他要不防范住 TYE 的话，就可能会被加。TYE 的地势很差。这个也是天路在之前有个考量的，两个人想走底坡，萨达先扔一颗雷，近点消耗血量也不是很多，想利用投掷物去牵制。萨达正面是炸到一个，被反打。是的，还好有补枪，还有一个原点，最后一个血量也不是很多，换到一枪，拆枪，没问题。这个就是天路在削弱 New Happy 之后，然后 New Happy 帮助天路以不断的在制药进圈的一个节奏，你必须在车上要挨一波挨一梭子。是的，HQ 独狼想往后跑，就后面还有一个队，最后还是被匆匆给抽掉了。这一波天路推进是做的比较动了一下，他们不知道 GFI 只剩一个了。我觉得按道理来说那么残，不扑始终有点可惜，怕失误嘛。是，不过他现在也没有管 GFI， 也很明确可以留 GFI， 不着急，养着。对，南部对他们的压力现在不大。而且 GFI 现在有圈才可以让他们帮助他们抽一下圈外的靶，北部，所以这个点对于十七来说是完全 OK 的。首先比较难进圈的应该是 DT， 然后还有这个 WCG。顽童原点出枪确实大炮很准啊 ，WCG 刚踩上来就被吃了，但是分数被十七 K 了，这就是十七所想的，你打我 K， 已经进前六了，而且四个淘汰七把保底分是有的，能吃到。哦，王鹏又抽到一个，今天的大炮很准。哇，现在对吧？九幺幺加王鹏，这 WCG 还是有点痛苦的。是的。想脱离这个苦海并不容易。是的，整体 WCG 这一侧全是依靠 GFI 这一侧的枪线，而天路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反而是他要防守的重心是在北部 DT 这一边，但 DT 拉的位置是不在圈了呀。因为天还是扛不住的，好长的烟墙。骄阳好像是残血的原点是这个，好像是 Frogan 啊，一发栓狙直接把 Coco 打下来了。哎，你这个下车的位置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？感觉 DT 有点犹豫啊。这把他们在北部确实拿了很多淘汰了。原点萨萨击倒九幺幺其实可以救啊，没有任何特别多的问题。是的。就是你的拦腰斩断直接合体是吗？可能对于 ACG 和天路，包括甚至南部的 GFI 来说，同时去进攻的话，那实际就很难防守了。是，天路前面有一个反斜。萨萨这里又是打九幺幺，又是打王鹏的。是的。小童在后面挂后。我觉得现在就看场上三支队伍的决策了。哦，一发栓狙放倒了骄阳。就是三支队伍如果说都不想打十七，在这个阶段的话，去找 GFI 的麻烦，率先发难，扔几颗雷出去吧。哦，有倒，找到帐篷后伏地的九幺幺还是最后一个人，这一波举动非常的明智，但是原点有枪线啊，是，赶紧拉回来，动静太大了，有空的一个面积 ，Summer 可能只能保一个。对，九幺幺好像不太好救了，已经流血身亡。很主动，实际这个 timing 点抓的，很明，因为后续要率先吃蓝圈伤害。集体汇合到三层楼，同时施压，还可以再拿一个房子。哦，去拿，他去拿到梅花桩的点。对，然后另外一边王鹏又倒，现在只剩 Summer 了。ACG 从南部冲过来，一个车
两人半血，近点看小鬼啦！如果有这个地方如果有雷，可能小鬼要遭中啊！在上面一颗雷炸倒一个，并且直接补掉。不知道厕所埋人了，全是残血，没有清厕所。是 ACG 这波过来全残，哎哎哎哎，差点一个正爆弹，小鬼要操作吗？主动去发难，还有趴着的，是的，好像看到了，再扔一个正爆弹，没看到脚。而且另外一个，他是看到之后马上看另外一边。是的，而且趴着不好转向，现在就看天路这里了。是的，找到机会，天路是小童侧翼放到了小鬼这个点，感觉不太好救。天路应该视野很明确，就是往北边稍微去打一打防区，找人给点压力。哇、哦，小五，近点找机会，连续的命中头部，将骄阳放倒了。这样的话，高点如果浮的话，高点就没有人了。哎，还有，从中也上去了。过点没有任何的软性掩体，也没烟啊，这个、就很。尴尬了，如果我是实习我也觉得高点没人了，真的是的，没办法，他防你三个，现在救起来了还能打药，但是这颗雷十七兽他爬上了房顶，登高望远，脸上小童应该听到了，拉过来，小童进正面是顶住了小五的进攻，是的，二打二，又倒十一兽击倒萨萨，一打二，打二，是的，一打二了，苏娇想顶近点主动找人，实际上已经是贴到了高点的防区，顶点一打一，十七兽